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一节天气，我系蔡子顺。香港今朝天气唔错噶，朝早嘅时候由中环望出维港两岸，见到天上面嘅云多，咁仲可以见到相当之靓嘅日出添。咁睇翻咧喺大范围嘅卫星影像，原来系一个副热带高压脊啊，正系支配住整个南海北部啦，同埋喺中国东南沿岸噶。咁所以呢一区咧天气都唔错，预计今日日间咧阳光都会充沛。咁住氣温方面啦，去到朝早嘅六點零鐘，見到香港各區嘅氣温普遍都介乎25至到28度之間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天晴，日間酷熱，最高氣温咧會上升到34度，而風方面咧會係吹微風。咁同埋提一提大家，預計今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有12，強度咧屬於極高㗎。咁大家出街嘅話，記住都要做好防曬措施，唔好曬親喎。咁展望咧，嚟緊嘅幾日啊，都會係天氣幾熱嘅。副熱帶高壓脊繼續影響住我哋，咁所以咧，未來幾日都會係大致天晴。咁啊，天氣咧日間係持續酷熱。咁一節聽講到依度，下次再見。